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印度万里王，印度万里更新第三期了。这一次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重庆，感觉重庆这个城市的生活很丰富，人很热情，重庆话也很有魅力。看他们去吃重庆火锅，打个篮球，感觉重庆好吃又好玩。他们到深山去建垃圾，把他们做成艺术品，还一起在烟台山展出，真的很酷。我也想把这里普遍用的物品都成有意义的东西。在这在重庆拍的照片也很有感觉，我很喜欢重庆的这首歌，不知道一下的你们喜欢吗？今天到这里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